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我这块今天又是金福路，能看到那个有礼貌的妹妹卖的便当哦，今天有出来，来去给她捧场一下。是在聊天。你找一堆啊！疯了！好久不见。哎，为什么你有时候有出来，有时候没出来？哦，因为我们现在有接那个订单，所以如果公司还好把订单就是都订吃掉了。外面就没摆了，都是那种工厂订的便当这样。对对，没错。难怪哦，然后有时候大叶北没有出来，然后这边也没出来。对，就是如果订单订完，我们订满了，便当量够了，就外面这边就不会卖哦。我们今天有这三种，然后还有一个咸猪肉。咸猪肉？对，咸猪肉好。咸猪肉吗？咸猪肉没吃过，试试看。好啊，稍等一下哦。有吃过我们的打抛猪吗？打抛猪长什么？是盖饭式的。盖饭式的，对，就是里面是一个荷包蛋，然后一样菜，然后会有一个打泡猪的酱跟一个汤这样子。哎，真的、哦，好好好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因为我们打泡猪这个卖的不错。真的、哦？对，还要加辣椒汁。对对对，要加辣椒汁哦。对，好。哎，这样80块，稍等一下哦。有饮料吗？打泡猪。谢谢。好，饮料有什么？冬瓜茶、麦茶、红茶、原萃、咖啡。冬瓜茶、麦茶。好，冬瓜茶。冬瓜茶吗？这样再给你20块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冬瓜茶。哦，原来有接到工厂的订单呢、啊。哦，因为他有时候哦很久没看到出来摆了，大叶北路也很久没看到。哦。OK， 待会再来开箱这个打泡猪80块的打泡猪便当。OK， 咱们来吃这个有礼貌妹妹。我说有接到订单才就不会出来卖，订单量比较少就会出来摆打泡猪，还有一个汤荷包蛋。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打泡猪，哦，这块也没吃过，有听到荷包蛋啊，这荷包蛋是熟的，荷包蛋要没熟的才好吃啊。打泡猪，来淋下去，哦，这个打泡猪，哦哦，80块。然后再加这个辣椒，下辣椒，小心啊！我再下这个辣椒，哇，这一定很过瘾哦。我们来吃这个80元的打泡猪，哦啦啦哎，这荷包蛋熟的。啊，可惜了一点，要没熟的才好吃啊！哦，直接搅拌，哦哦，打泡猪不错哦，南洋风味，直接把它拌开。
那味道才会均匀。嗯，有葱爆猪肉的感觉。嗯，我这猪肉好吃哦。嗯，哎，不错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荷包蛋一直挡。那哪是荷包蛋？全熟的蛋。嗯，哎呦，打包猪不错吃。嗯。我推荐大家吃，可是它有时候不固定啊，有时候有猪来卖，有时候没有。不过这边看，它常常都没有出来卖，好像一两个礼拜才看到一两次。嗯，哦，我这个饭过瘾。我分量也足够。中平民德2185。嗯。好的。嗯。好吃。好意思，客完哦，还有那有那么多啊。嗯，不错吃。饭怎么还那么多？就是吃不到一半。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汤。咱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汤，味噌汤，味噌汤，没错，嗯，打泡猪配味噌汤，哦 ，OK， 接下来慢慢把它吃完，哦，排队抢位置。哦，78，我排蛮长的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哦，咱们下次见，拜。